小拉米，你们有听过吗？小拉米一个 court 啊，现在一个 court case 你知道吗？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 Kementerian Kesihatan Malaysia KKM 啊，就是国家的卫生局，他去诉一个人呢、啊，他告那个人什么呢？告那个人一直在 COVID 的时候一直散播很多的谣言，说 vaccine 不好 ，vaccine 不好。所以第一个 court case 啊，可是马来西亚的政府没有报道的，因为这个不见得光啊，虽然是上 court 了啊，那个媒体就好像半分停不止这样。他去诉那个人，现在他们 court case 开始了，所以就在 court 那边哦，那个卫生局就站出来讲哦，所以那个被他诉的人也去法庭那边哦，那个律师就访问那个 KKM 的总监，那时候的很出名啊，Hisham啊，他说你。